要不跟妈咪发微信？我不知道发什么呀。哎，我真是醉了，你这样子什么时候才能追回妈咪？啊，我不知道啊。你在干什么？你晚饭吃了吗？嗯，会不会太简单了呢？你的力哥哥想你了。太肉麻了吧。爸比，我都不乐意说你，你除了工作你啥也不我。你赶紧去给妈咪打电话。爸爸，这件事情交给我们吧，我们帮你。好呀，那你要爸爸怎么配合你？耶、yeah, 今天爸爸跟妈咪求婚，我们一起来帮他吧。好，没问题。宁夕，以前是我没有好好照顾你，以后就让我照顾你吧。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妈咪，宁夕，我们复合吧。宝贝们，已经很晚了，我们回去睡觉吧。好，好，回去睡觉吧。好，嗯。什么意思啊？之前我们结婚的戒指，现在还给你。宁夕，之前是我不对，但是我发现我还是像以前一样一直爱着你。一直爱着我？6年前我被赶出家门的时候你在哪？你为我做过什么吗？我你什么都没做。你给我滚出厉家。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呀？痛痛快快滚出厉家，永远别进厉家大门。西城，你知道的不是我，对吧？滚！你永远别再想回厉家，厉家也容不下你。进去，西城开门啊！
知道当时我有多绝望，我当时还怀着你的孩子呀，现在才想起来要弥补。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？其实我回家。嗯。承担人尽皆知此生片。